棒了，所有的形状宠物都找到了。展示介绍形状，来吧，开始介绍它。我和布鲁托带来了盒子，因为我们最喜欢立方体。哦，就像我的立方体宠物。展示介绍形状，展示介绍它。我带了保龄球，我最喜欢的形状是球体，就像我的球体宠物。展示介绍形状，展示介绍它。我带了胡萝卜蛋糕，因为我最喜欢的是角锥体，就像我的角锥体宠物。展示介绍形状，展示介绍它。我带了我的雏菊花瓶，我最喜欢的形状是圆柱体，就像我的圆柱体宠物。展示介绍形状，展示介绍它。哦，我带了我的派对帽，因为我最喜欢圆锥体。让我猜猜，就像你的圆锥体宠物。没错。展示介绍形状，展示介绍形状。